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。那这一句的重点是什么？首先这个气口啊，故乡后面要换气。这句的重点呢，就是附点，看到了吗？我们要把附点要推出去唱啊，附点要推出去唱，也就是什么？忘不了故乡，忘不了故乡。它有一个附点，所以我们这个附点呢，不可以很轻松就带过去了啊，这个附点一定要推出去唱，嗯。忘不了故乡。听到了吗？你只要把这个了字推出去，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啊！如果不推，忘不了故乡，忘不了故乡，是不是很平淡？哎，没有情感，是不是？这个语气它就表现不出来。那么这个了呢，把它推出来以后呢，这个语气一下就增强了啊！来，再来一次，忘不了故乡。听到了吗？